大家好，我是日日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要来做一个这样的发型，就是不需要发包，然后非常非常简单，只要10分钟就可以做完的。那么我们直接开始吧。此弦声寄入一段情，悲喜遥远与之无影，再为你取出这把铜木琴，我又弹到如此用心，为我解开交换枷锁的那个你，哼着陌生乡音走在宫闱里，我为君王抚琴时转头看到你，弦声中深藏珠玉的情绪，月光长长长长到故里，送回多少离人唏嘘，沿着你喂给我那烧热粥，这年月能悄悄地过去。灯会摇曳，满都城听着雨，夜风散开几圈涟漪，你在门外听我练这支曲，我为你备一件蓑衣，琴声传到寻常百姓的家里，有人欢笑有人在哭泣，情至深处我也落下了泪一滴，随弦断拂了思想的心绪，一万只错蝴蝶从窗框上飞起，飞过我指尖和眉宇，呼吸声只因你渐渐宁静，吹了灯让我拥抱着你，释放我孤身归故地，我背着琴步步往回宫闱里，你哼起我们熟知的那半阙曲，它夹杂着你低沉的啜泣，路途长长长长至故里，是人走不完的诗句，把悲欢谱作曲为你弹起，才感伤何为身不由己，月光长长长长照故里，我是放回池中的鱼，想着你喂给我烧热粥，这回忆就完结在那里，这年月依然悄悄过去。